常规赛第一周，周决赛的第十二场比赛，这个米拉马的风儿甚是喧嚣啊！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一把啊，谁能吃鸡，就比谁失误少。说的太对了，现在就在百家争鸣，各开各的会。我真觉得这个会其实有些方面真的是应该开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今天失误有很多，队伍都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失误吧，这都是累积起来的一个结果，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可能要么就是分差很小，对不对？要么就是名次落后了。关键是什么？有很多失误是可以避免，而且避免起来很简单，你沟通好一点就能避免。很多失误都是这样，你想想。这样吧，我跟你说，自我安慰一下，这是第一周，第一周历届的联赛第一周都这样，我就回归到了之前的那个正轨，那就这样安慰一下，是真的是这样的。你觉得是正常？只能说往好的方面想，大家都在磨合吧。是都在磨合，都在适应比赛。哦，航线还是比较偏西的啊。最后会不会点题 PCL 呢？然后还西圈，再往西切。这里是哪两个人在抢东西吗？好像 4M 和 TMA 在抢东西啊。是的，幺二那边脸上露了一个，对的。哦，这是在抢车吧？这都重合了。哦，在撞幺幺二，在撞幺幺二。那这抢车失败了。嗯，我想要个镜头。哦，来了，没了，坏了，已经在接的路上了。但是，我为什么有枪啊，露露？因为他落的那个地方，他在外面拿了枪过来的。哇，直播室破大防，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哎，这个主要是哎，其实我也没想到露露有枪，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露露有枪。他应该厕所里面摸了把 AK 啊。但是这个主要是抢车没拿过的话，确实是，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个吊人真的没办法。这当他没有拿到车的那一瞬间，他已经知道自己这个位置是不可能活的了。对，主要 TMA 这个，他们目前跳这个野点并不是经常跳的，所以可能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而且我的天呀，我跟你说，破大防的事情来了。圈是一个右上角 4M 是第一顺位，这个吊人太伤了，就是他们比 Paro 都离圈中心近，他们只要一步就进到圈中心了。然后 TMA 也是差不多第一顺位吧，因为 TMA 就北边以圈内只有一个队伍。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或许我本可以啊，但是也有可能他们就是两个人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好的发挥呢，因为其实有圈的话你也不需要打很多架嘛，边缘对吧。这把 FGL 是经典，三分钟还没到跳点，怎么每一把都在针对他？好像是吧。FGL 这把好就好在圈是往右上角给的，他还是有机会去搏一个弱侧的，搏一个弱侧，说不定切个窄边就活了。这把四兄弟挨在一起了啊 ，FTY、Newhappy、天路和 RBS， 而且他们的进圈的方向和路线也比较相近。嗯，有可能在前中期看到是对面的这个队名之后，会稍微打得主动一点。是，但对于有些队来说，他已经曾经上头过，发现结果不太好，会不会抑制住自己内心当中这种原始的渴望？哦，你在暗示吕布，吕布上把那个半路停车，直接被三队抽，还是冷静，最后一把了，兄弟们，是不是至少也要保三，对吧？保三争一，保三争一。嗯，上马如果不是坏事妹妹，坏事妹妹来了，他要被追上了。一个，其实血量都不够，两个，就是只要打，其实打中第一个只要打一枪啊，打两枪，第二个也是两枪，第三个只要一枪，只要打到一枪他就倒了。对，这个你要说天霸谁有问题吗？就是差一枪，他就是差一枪。是，他是后面的，把他的整个思维全部打乱了，后面的那个队伍。TRG。对。十七一步进圈啊，不是很操心。十七和 MCG 都是一步进圈。前面的大兄弟第四名，还有 TMA， 他身位又很高，我觉得这把 TMA 倒是在这个整个行进路线啊、圈内的顺位啊等等一系列，我觉得这一局机会还是蛮大的。不过一圈的优势也没有太大吧。哦，这个是在进场的时候在门口被逮到了。哦，左边那个鱼人的数据有点夸张，20个人头。是啊，刚才跳出来的。
上把其实他们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再拿一些分的啊。愚人二十，十二月十二。他们分工不同嘛，分工不同。嗯、是的。嗯。这个时候队伍的一些有的时候他数据比例会比较大，那差距会比较大，就是因为队伍的分工不同了。关键是 FM 这两个桃心给的比较早撞过来了。能直接看出来是 FM 在分踩在踩这个防区应该。那。加高的 V 这个血量，哦，喷倒了一个，第二个呢？有机会了。是的，喷马云龙喷的是头，然后第二个人是连打的，哇，这波守住了好像。哎呀，哎，怎么？你在干嘛呀？这怎么会翻下来呢？没收住脚。这两个人不会以为结束了吧？我估计他想错什么东西了，你知道吧？但是一打一，哎，要么信息错了，哎，要么怎么着了？是外面 MCG 的枪线直接结束了这场战斗，然后能服吗 ？Hero 能服吗？这样的话 ，4M 是退出了前三的争夺战了。嗯，是不在了73分。是的。那后面看一下其他队伍的一个位置情况，因为 FM 被淘汰的话，加上 Pyro 这信息也出的比较早，有很多队伍会对这个防区有想法的。MCG 就是其中之一 ，MCG 是最先赶过来的。我觉得可能刚才 FM 有点信息错了，就是以为只压过来两个人，可能哦。应该是。嗯，再看 MCG 这波，看 AZ 的表现 ，AZ 血量不是很满的。这太难了吧，地狱难度。这 AD 是在玩艾尔登法环，简直。那是老头才玩的。看一下啊，哎呦，有，哎，子弹也不够了，打到后面其实，因为他第一个人补不了嘛，那个人退回去了。一进一退，这种刚好卡一个小角度的掩体 ，AD 还是被挡了几发子弹。这样的话 ，MCG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代价，就是一个被击倒嘛，然后拿下了一个比较中心的防区，还可以啊。附近没人过来管他。阶段一直接少了两个队伍，这个圈型的话一下变得宽松了很多。是的。少了一个圈心的队伍，然后还有一个算是扎过来的队伍了。矿山的队伍、豪宅的队伍没了，在打这个圈的时候，其他队伍这个心理的把握是要大很多的。嗯，他们的数位网圈可以踢到两个啊，什么概念？是的呀，所以现在说宽松很多。对，相当于那种经验老道一点的指挥，他是可以判断出来，差不多我可以往前顶两个防区的话，在什么位置呢？十七，这个仓库，啊，这个长条房还是比较好守的。地梯。地的话是进房的沿途当中被十七扫一下，但距离比较远。估计除了圈中心刚才那会儿打的最激烈之外，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能会就产生那种就四对四的人头了。大家都开始就一边绕一边观察。你想看 FTY 都可以在中心点分战了，二二分开的。一二的分战。对，多宽松啊！他是南北都就压了一手嘛，相当于是。Newhappy在点这个防区人多不多？哎，这个我感觉 Newhappy 是想要这个防区的。如果真的是看到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老局有点危险。他反正在反复确认。嗯。如果这个圈往北边走的话，顺着这个防区往前打，可以拿一些信息。还有那种压南北是在圈边上压南北的，就是、像是。就是天路啊，或者说是 RBS 这样的，就是他这一侧也没什么人，主要是就是开车这个路崎岖了一点点。对，应该是老局感受到了有一点压力啊，把伯良叫过来了。嗯，那觉得这个中轴线上的防区更好一些，是先合到了这边，然后车再重新保了一下。是的。啊 ，F2I 要这个防区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你毕竟南部要保一个点，是不然万一等会南区的话就没地方去了。而且他们控的这个点呢，是控的山上的点，是有进路有退路的。是的。这个圈很关键啊，要合圈了，要合圈了，圈左下，
所以他是往人最多的地方去走，把 RBS 和天路全部刷到了外面。RBS DT, 这个圈 DT 是可以控到那个十字路口 T 字路口的防区的。RBS 顺位比天路要高一点点，巨幅被击倒了，还是一个救不了的地方。他的队友在非常远的，就是偏南部的区域。往前这个小土包能保他的身位吗？航航已经在救他，但是我觉得这一路开过去来不及了吧？我觉得还可以，战术性放弃了就已经。RBS 看到天路了，要打了吗 ？RBS 的人还没有完全的拉过来，他现在近点只有一个人，就是 Monsters。他肯定不敢。天路下来了两个，还有两个在找点啊，还是走开了。大家这个时候都非常保守，因为位置的关系，而且还没有跳人头，不知道是不是。对吧？感觉是，但是不确定啊。但这两个队伍进圈的路线太，就方向太一向了呀。我觉得早晚都会打的。从这里开始应该会稍微散一点，天路应该不会再继续强行上南部的这个山了。嗯，毕竟要往北边绕了。那 RBS 控南部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如果说拿到。SMS 不会开局，这个时候又要出问题吧？因为我看他有一个来到了天路的防区，他应该听到车声了，因为天路也是刚到。他一个人，他看到了。这个你在车后面就打不到了。他感觉是过来皮一下的吧？嗯，队友其实在北部是有地方可以进圈的，而且还有空投呢。SMS 确实还是比较喜欢堵人的哦。这里悟空打了一个，嗯，白龙马用极短的 TTK 的时间就把武艺给放倒，啊 ，CTG 想往这个坡上扩张的想法只能是搁置了。CTG 像是丢了一个留守的无威，就是留守无威是最后一个起步的，嗯，那应该被逮了个正着。因为 RBS 这里是派了两个状态最好的人直接摸到了这个底坡，好危险。嗯，他们是想拿天路的信息。也还想保一个北边啊，这个要是一个站位不好的话，天路真的有可能会被 RBS 摸的，就如果说你不小心拉出去啊，想看看南边啊，就要出问题了。还好人手一辆车啊，这种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话，就损失不至于会特别特别严重，因为 RBS 毕竟在这个地方也只有两个人。是的，怕就怕就是如果说你最后留着，比如说萨达那个位置，他起步要走的时候，然后越过这个坡，从背后给你来一梭子，而且还是两个人，这几乎就必没了。右上角太挤了，我觉得太挤了。好，那么天路小童是卡了这个边，发现背后没人来之后就顶到了正面。那现在天路人越来越多，他们被 RBS 伏击的这个概率会越来越小了。恐怖，这就是两个定时炸弹埋在这个地方。嗯，一个是第二名的队伍，一个是第三名的队伍。第一名的 Newhappy 现在在南部的一个黑山是占山为王，观察一下信息，他们还是在拿 FTY 那个防区的信息，周平也一直在那看。切过来了，切过来了，而且排名比较靠前的几支队伍都被切进来了，是不是全在啊？全，几乎全在吧？全在，全在，嗯，是的。嚯，热闹了，这下就是大家到最后自己打喽，就是你是死是活靠自己枪法了。这个圈 MCG 也来感觉了 ，MCG 正中心点在了圆心处 ，MCG 的目标可以放在前三。这个圈我都相信是因那些一大堆的盒子血迹过吸引过来的，真的。一般不是之前不是有一个刷圈规律学叫做说，有一个地方如果集了很多的盒子的话，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吸圈。就强行制造那种遗憾的剧本，就是观众角度上可以这么追溯一下，就这样子。还有那么一丢丢，但从结果论来讲，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玄学的解读。啊，悟空这里撞到了长条房，长条房 CDG 有两个人 ，CDG 还有一个还没有过来，林翔在来的路上。王骚骚和 Monkey King 能不能守住这个长条房 ？CDG 不太清楚悟空的一个站位情况，这个。是一个非常劣势的局面，不清楚站位。林强这个反坡滑过来，他滑过来，很关键的滑过来的，是的，没人知道他的位置。一个大侧身九五 K， 他还要再打一个。长枪王本来就难攻，特别容易拖很久。
王骚骚血量太低了，好像哪里还有一杆枪在打他们，十七在抽，十七在抽，所以不好在窗口漏。你看小北这里在狂抽，九五 K 主要是进不来，就扶不了，就等于是三打三。现在一个在房顶，一个在房子的侧面，两边攻守互换了一下。甜梅来了个人，对，你看林强，你看林强的侧面，哇，林强这个点要是掉了的话，我觉得 CT 有点难打。但林强有一段时间没有露过枪了，所以甜梅不是很有把握。这种时候就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雅痞是先选了后撤，感觉到队友在正面可能会有一点压力，三百自己贴过来了。看一下另外一边的主画面的战场 ，Monkey 先打了，把九五 K 给补掉。现在要找一个人去卖一下 ，CTG 需要找个人卖一下才有突破口，因为悟空现在很摆明了就是不愿意制造任何的失误和过点。不好说，这个局面长条房的战斗真的不好说。嗯，打了太久了。对，拖了这会儿都要合圈了，这个地方得早点打完，太边缘了，很容易就是没圈。早点为下一步做打算啊，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现在每一分都很珍贵，因为我们这个季后赛的补分规则呢是有这个四舍五入的，往前近一点都很关键。哦、至尊有些，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给那些前几名的队伍机会了，真的是。而这个圈本来一开始右边就是小弱侧，而且一直往人少这边切，左边这个圈要掉人了。王骚骚腿过来之后，他是被 Cobra 在高点给发现了。是的 ，TMA 急需分数，因为 TMA 在右边，他在右上，他在左上角。Monkey King 一个不错的机会，他离圈很远。最后一个人，悟空的最后一个人位置已经被锁定了。哦，刚才这个雷炸的声音刚好是遮住了皮克南翻下来的声音，而且还有烟盖了一部分脚步。FTY 在南部分彩的，博良和老菊分彩这个防区非常的关键，这个圈是吃到了，于是北边的龙斯根和旺仔是直接合了过来，但是一定要小心。是的，要小心。会合的路上在北 MCG 狂抽，嗯，巨幅就在隔壁，巨幅来的三个人。南边过来，马上 Newhappy 也要过来了。Newhappy 其实也在小抽一下，但 Newhappy 这个角度就是比较小了，而且他自己还要管屁股的。天霸在往北边扎，天霸是第一个进到北部区域圈内的，嗯，他要卡，然后龙斯哥打了博良 ，why？ 这。挡枪线了吗？难道说是？可能是被什么 bug 卡住了，也有这个可能。罗斯哥倒了，不会吧？这个时间，这个节点，哈？十七和 TMA， 十七的位置相对来说可以活动的范围大一点 ，TMA 那边会被天霸给抽到。感觉 TMA 如果不持续封烟的话，应该分数会被天霸慢慢的给直接瓜分掉，天霸的视野实在是太好了，把 CJ 都打的选择困难了。哇 ，FTY 那个这个点，得亏是旁边当时没人撞，不然裂了。嗯、但一定要注意啊 ，TMA 也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队伍。是的，感觉 TMA 已经现在被包夹了，情况非常的糟糕。TMA 应该是无缘前三了，感觉。嗯 ，TMA 剩的最后一个人露露，靠烟混着。SMS 北部山坡贴过来，然后天路是一路是听着他们过来的。SMS 确实这波、位置上稍微低了一点，但是暂时也不吃什么压力，啊，就这样就可以接受了。哦，十七和天霸同时在投资一些道具，想拿露露这个分，毕竟一分等于两分啊，啊，还没有到前八，那还是一分。好，最后这一分是十七兽，还是要打破片手榴弹。嚯，这个高点有点要命。哎哎哎，你别挡！好像确实被敲了一枪啊。是的，吓一跳。太专注了，天霸现在也是一个特别专注的状态。然后第五圈是还是往北边走了一点，给了天霸一点缓冲的余地。Newhappy 和天鲁都要推。关键这个圈 RBS 是最舒服的呀。是的。我感觉这个圈拉过来之后，让那些重压下的选手们如，就有些选手如释重负，天呀，就感觉
自己马上就要经历一波血战，突然圈给了，几家欢喜几家愁吧。是的，是的。场上还有爆发国粹和 C 语言的。嗯，啊，正常，正常，正常。啊、这个侧身难呆，这个斜坡确实很难呆，你侧面有人的情况下。车也少啊，没办法，全要。崔七胆子挺大的，一个42发的扩容弹夹。拉到蓝圈里面，还是要小心一点，这可是五圈啊。 Newhappy 是不是要摸到天路的旁边了？这个路线，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近点，天霸已经连续倒人，但是崔七幺很顶，崔七幺和林树担任了这波战斗的主要输出核心。上面但他转了一下，他到底是要去天路那方，还是去龙那个 FTY 这方啊？他现在一定要做选择了，就是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做选择了。周平这个位置很尴尬的，龙斯哥一把 Groza 伤害还是挺高，不过这波只打了这么严半血。是龙斯哥出手的话， Newhappy 就是要走 FTY 这一侧了，他不好再往上走了呀，因为 FTY 会抽。我其实不太确定 Newhappy 刚才犹豫的点在哪里。对，他在犹豫，他已经停过天路附近的反斜了，然后又往回走了一点点。对，虽然现在五进六这个时间你在圈边可以拉扯很长的时间，但是你这个选择迟早要做。他们是在等 FTY 被劝架吗？因为 KRG 去抽那个 FTY 的位置了，对，他还在等呢。我感觉是唯一的合理的解释啊，因为前面这个反斜其实往下走一点，你也没有后续，也没有未来。你如果要有未来的话，一定要现在做选择。如果 FTY 被拖出的话，那 Newhappy 有可能会去打天路，因为他不然他迟早要被包。也有一个可能性是 Newhappy 这边想枪，跟假装跟 FTY 打架，是想把天路骗出来。所以现在是那种非常微妙的和平关系，所以和平不等于安全。嗯，这个点真的是。天路还在处理北部，战火被点燃了。战火的点燃是来自于天路和 SMS 这波。T 九一把枪提的有点过于前了，被找到了一个机会。匆匆刚才是自己击倒的，这颗雷也想补人，位置他应该是最清楚的。其实天路这波只要不倒人的话，右侧就几乎没什么人了。得看看会不会给到 Newhappy 方向。来了来了，腿过来了 ，Newhappy 是腿过来的。这波天路要快打，一定要快点打完。烤鱼拔枪慢了一点。这波天路解决战斗速度怎么样？还可以。看屁股，看屁股，但是不够快，快，但是不够快，因为 Newhappy 已经过来了。位置不好，这个下斜坡。全给了个冬千，给了个冬千。如果 Newhappy 拿下的话，这个高坡是可以踩住的。侧线已经被站住了。哇，现在天路有点分身乏术，刚刚缓过来之后，现在 Newhappy 已经踩到头顶，匆匆的立功吗？反打了一个，这个位置有点吃雷。哦呦，这个太吃雷了，这个下坡，因为就跟天路打 SMS 一样，这种下坡高坡打下坡的话，就投掷物枪线很好拉，你知道吧？难的雷啊，他是最挂后面的一个选手，他靠预判把雷用雷把天路给炸死了。是的，这波 FTY 也正面接了一波团战，但是拿下了。现在分数怎么样？分数怎么样？差4分。我跟你说，现在三四名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三的这 FTY 会威胁到天路。FTY 也很急切的想多拿一些分数。这波 MCG 直接强攻了一波巨幅，这是一个 FTY 劝架的机会。 RBS 应该也会看准这波机会想多拿点分数，因为他们看到 Newhappy 在旁边拿分一定是坐不住的。在蓝白的边上， Newhappy 是捡到了一个空投，这个时候中间打下 FTY 有可能会去劝，这样的话 FTY 就多了拿分的机会。如果 Newhappy 知道旁边是 FTY 的话，会不会考虑 FTY 的优先级更高一点呢？ Newhappy 现在注意力都放在巨幅的分数上面，因为 FTY 现在跟他没有威胁。是的，Newhappy 能看到 K 的分数肯定是要 K 的，他留一个人盯住 FTY 就可以了。 RBS 果然 RBS 看到 Newhappy 拿分之后，自己还是有些急切的想拉出来打，位置分的稍微有点散啊，打 MCG 了。哇， FTY 这个时候狂劝，真的没人管他。 Newhappy 忍住了，这波 Newhappy 没有选择特别深入。哇，明明两枪大炮，好像是两枪头，山岳直接倒地。现在 RBS 的进攻要被缓解一下了， Monsters 也是被补掉的，感觉 Newhappy 现在的机会非常大。 Newhappy 机会确实很大。是的，因为 IFTY 的分差正在被 Newhappy 越拉越大。因为是明明击倒了周品言，所以明明击倒了十二月，所以他们对十二月的位置是比较清楚的。周品言配合上已经被挤出去了，天路已经被挤出去了。是的，现在前三已经定了，前三内耗，哇，谁吃鸡谁第一啊？这意思是这个排点太细了，预瞄点全是对的。
RBS 先被淘汰啊，那现在即使是 FTY 吃鸡分数也不足以超过 Newhappy，但是 FTY 如果能够拿到第二名的话，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坏的结果。所以这个决赛圈依然充满了看点。最后一句谁吃鸡谁就真的是。我看到我们打 RBS 那位置有一个人。我这石头我能踩吗？我们右边来了个人，王一山。不，你不好踩。来打右下，我左边没看到人。我保你，你去最右下，我保你。全杀我们这了，他们应该都在厕所那一边。加你帮他们看好中间，好吧？我帮你们看左上，好吧？有脚不给我走，我跟你说，我这边有人，他们可能要从我小心摸我底坡。是的，你们看好底坡，中间加帮你们看，左上我帮你们看，你们就看好底坡。我这边我暂时看不到人肉，看不到人肉。这边看不到人，我这边也看不到人。那他们可能全去底坡了，我跟你说。他们大概也是底破了，大枪没了，往后撤。那你看，我跟你说可以放了这一块，这一块我们踩到了打高打低声音了，你知道吧？我看见他要标点，打了吗？子弹吗？多点子弹，没弹，多点子弹。三毛线压一标破了，右下感觉还要看啊。你，我们就踩在这儿，兄弟。打残一个，打残一个，放了就放了嘛，在我炸的位置。我们就踩在这儿，兄弟，他高打低到我们这里。中间放了，中间放了，先跟你们说。我左边，我们中间看着他三个，左边一个，只要三个吗？我跟他顶着，我跟他顶左边。厕所脚还三个，我去帮你看左边，你看中间，在这个位置，邓永荣，单机套，一边听到没？打头打头，我感觉我都过去帮自己了。你过去帮吧，你过去帮，我一个人顶右边。左下回去了，左下回去了，来回去了，左下往回走了。这个石头有说法吗？打头打头，标点打头。哪边石头有说法吗？哪边石头我刚踩的。加，要回去，要回去，要回去，确定？要回去，我打，我又打残了一个。这位置 OK 吗？就踩平岩这位置，平岩就踩你了。然后我一个人顶右边，我还有两颗雷啊。你还两颗雷吗 ？OK。对，这绿线有一个。我已经看到三个人在脚下了，懂吗？三个在脚下。三个绿线应该有一个，绿线应该有个，然后三个在下面。他们右边、左边有一个人呢。他们三个我尝试着扔个雷啊。三个都在一标。绿线刚刚是有个挂多边的，看不到人。我觉得得顶一标石头呀。不用。一标石头有点不好的。他位置不行，就得站那就行了。来，小心点，小心点。往后坐，你打药往后坐。没人漏了。快点，石头有个人。两标石头。刚才主要在点旺仔的位置。嗯。旺仔和博良的位置，他们是优先清的是蓝圈边上的人，因为正面他们觉得是好处理的，他们就怕远点的人绕到一个侧身位，他们是不想把侧身位露出来，但八圈是给到了，给了 Newhappy。 是的，其实 Newhappy 我觉得第一周 Newhappy 拿周冠的话好像也是比较能想到的一个结果，说实话。对，是一个合理的情节。是的是的，一边，对，他是另外一个坡。你妈，他能打我呀，老徐。他在金边坡三边坡后。杜龙得回来帮个效果，我得回来，好吧？这不来了吗？我不知道怎么拉回来，直接拉回来。把我雷了！来，回来，回来，回来！我们清坡下，沿着坡下清。你们三区一个，留一个，留一个。老徐回来。OK。沿着坡下清。怎么样？我封两颗烟，右边有两个，头坡有两个。我封他右边两颗烟，我让他以为我们要打这，好吧？不是，不是。你从左下角清，哥们，我从左下走了。左下，就从左下，走。来，咱仨一块。你从我这边走下吧，哥们。没事，你拉快点，我们俩已经到近点了。Okay. 快，两，我右边两个，我确定。他以为我们要打，他也封了个烟。等你走下，看树，你看树。看我这边，看我这远点，在远点，在远点。我也远那边，我也退下来了，我顶他，顶他，爆闪。他让我雷呢。喂，我得拉回去，那种对面，对面不行。打一枪，走到顶上，行吗？哪个位置？我张开雷。没有，这波确实起到了压制的效果。这样博良把老局调度回来之后，这个顶坡是可以攻的，是有这个想法。而且刚才 FTY 非常准确的分析出了在明明那个位置是一个薄弱点，想去攻明明那个方向。两边在这个决赛圈的决策和数据的判和这个位置的判断都非常的精确，有可能靠道具分胜负了。感觉楠楠最后一颗火扔的是一个没人的方向，那这个火起不到效果。到现在还没有。刚才这波底坡把龙斯哥和旺仔顶到这颗石头，有可能是决赛圈最关键的一波运营。
是的，因为明明当时只能往后撤，撤了的话就失去了这个地方的视野。主要是幻神他们高点的烟昏了太久了，应该也没有过多的道具了。我说这个时候就真的是拼枪法了，因为现在这个都踩到了差不多的位置，讲道理道具真是差不多了。对，道具也差不多，位置也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拼最后的那种，就是一瞬间的瞬间反应。是的是的是的，拼反应，拼准度，哎，都是这种站位。你看一杠一杠，然后两个人站在一坨，这种配合。梅花桩的圈已经开始动了，后面就混烟，哎，混烟打。主要是我跟你说，现在 FTY 他在场上打，他也算不清楚分，他只知道要吃鸡，他只知道他现在排名很前，他要吃鸡。对，就是 Newhappy 也是一样的啊， Newhappy 就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领先，他不能让人家超。对，这个是这次的赛制设计的特别合理的地方，大家每一分都想争。嗯，所以就稳得不得了，对吧？嗯，就前面大家劝架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对吧？一个比一个凶。现在就是之前说到的龙斯科的这个石头，这是最靠近梅花桩的一个掩体了。对，混梅花桩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嗯，就是混烟之后，哎，我听到Newhappy爆了一个石头，那边有一个，但其实这个时候龙斯科已经拉出来了，底坡遮不严，击到了旺仔，旺仔下去拉侧身位已经没了。哇，又倒一个 FTY 正面的两个人顶前面的全没了，要顶了，要顶了，还要给周平岩一个打药的时间啊！周平岩完全没打药，周平岩直接趴着，打了打了打，但我没看到。主要是人数够多，人数够多就是无敌的。反打一个周平岩。是的，周平岩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了。这个距离还用三倍镜吗？幻神有没有可能这个开镜速度会稍微慢了一点？因为他看的是石头后面。哇，龙斯科是找了个空档，打了两个。龙斯科血量太低了。明明那个位置帮不上忙吗？明明，明明往前顶。二打一。罗斯科直接被明明给秒杀，最后是 Newhappy 还是吃到了这一击，而且。